人家想要三连嘛，现在就想要。我们先做蜂巢拿铁啊，蜂巢拿铁顾名思义呢，就是蜂巢和拿铁，所以我们要先做一个蜂巢。怎么做蜂巢呢？我们首先要准备一个锅，我们有锅吗？我们需要准备一个电磁炉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找个盆儿。你看，这是我买的架，收纳架子，你看好合适啊。这个盆应该 OK 吧？烧火的感觉，那种味道哦，但是差不多是长这样的。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出去。哎呦哎呦，好烫！哎呦哎呦，天哪！这个时候把它舀出来。妈呀，这锅该怎么洗呀？我操，这锅不能要了吧？糟了，糟了，勺子变形了，勺子烫歪了，糟了，出现好多状况呀！你看这勺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又没有把它塞在里面，我只是把糖舀出来，就这样吗？但是它变成了一个那种铲子哎。哇，这个盆我倒点热水泡着吧。虽然损失了一个勺子，但是我们的这个焦糖这个蜂窝应该是做得挺成功的。朋友们现在应该已经很想吃了吧？然后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糖，要把这个糖呢，就是让它冷却一下。不是，很难相信这是我做出来的吃的，搞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。这是我做的蜂巢拿铁上面的蜂巢啊，再等它冷却一下，它现在应该还是热的。不行，越说越奇怪，不行，严肃一点，我们开始研究下一个新品。我不能动，小朋友，我在做实验。什么实验啊？你学过化学吗？化学是什么？化学就是可以制作喝的。你以后要好好读书哈。你现在读几年级？五年级啦。哇，可是你看上去好小一只哎。我是五岁。哦，那你是五岁啊？那你还没有读一年级是不是？哦，马上就要可以上一年级了吗？嗯，这什么啊？这个是。这什么奶茶？这个不能喝，这个。哦，这个不能喝啊。对。这个有毒。那这个白色物体是什么？白色这个物体它是那个，它是油漆。跟我上面那个也是油漆啊。对啊，和墙上这个也一样。然后这个时候有很重要的一步，还不够脏。啊？那个不是，那个是泥巴。泥巴。和这吧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加入牛奶。这个牛奶不能喝啊。它就。哦呦，厉害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你在做什么实验？然后就趁这个它在流失的这个时候，把巧克力碎搞进里面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对，作业做完了吗，小朋友？嗯，你们有作业吗？没有啊，我学校没有作业。这个就是我制作的，脏脏的，但是哎，不可以弄。小朋友，你想吃这个不？啊？这个？啥？糖？啊？想不想吃？你有点伤害到我了。那巧克力呢？想吃吗？嗯。现在就没有很脏，就不够脏。有点脏，太脏了，脏得像个土泥巴一样。你上去找你妈妈吧，因为你妈妈找不到你会着急的。我可以上去啊。那我就先尝尝吧。这个很难吃的哟，你不要太过分啊，你是不是水有转世的？有点难吃。你都没吃过，你怎么知道是难吃的？闻出来的吧。闻着的，它都没有味道，你闻什么呢？你说我做的东西难吃，我不理你了。你失去了我这个朋友，你重新说好不好吃？嗯。他才五岁，他怎么就会这样呢？姐姐尝一口，这个难不难喝？好的，如果有点难喝的话，不会有这种如果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嗯。一会闹出来。
是好喝的。喵，记得三连哦。